世界棒垒球总会近日公布本届经典赛最终排名以及最新棒球世界排名。台湾在经典赛16强首轮预赛就被淘汰，最后排名仅优于加拿大、中国，名列第14位。等等，我们的旗子去哪了？不要告诉我你找不到啊！我可以给你一面重披上去耶。台湾虽然在世界排名仍保住第4名席次，但本届积分比上届少了360分，目前与第5名古巴的差距剩下不到200分。而美国队首度拿下经典赛冠军，获得1150分，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但排名积分一口气增加400多分，也拉近与世界第一日本之间的差距。这是世界排名最大黑马，应该就是以色列了。本届经典赛在美国职棒球员助阵下，击败了台湾、古巴、荷兰与南韩等世界前10名的强国，最后拿下第6名，获得700分，世界排名一口气从41名窜升至第19位。体育中心，台湾还是要加油啦！报道。